收睇 My Game Two Channel， 咁咧之前就介紹咗好多遊戲機俾大家睇啦，咁咧就而家係遊戲嘅淡季，就冇乜遊戲出啦呢排，咁咧我哋不如介紹另一部機俾大家，今次我上天就介紹航拍機，嗱呢個咧就係、高豪最新推出嘅叫 Karma 嘅航拍機，咁其實咧呢部機咧喺舊年美國、歐洲咧已經喺線打掉線啦出咗噶啦，但係不幸它出了短短的十幾日已經回收了，原因就是變啲機件故障，就令到咧啲機咧會冇動力，可能會跌落嚟咁，可唔可以條咁都回收？咁到今年咧就重新推出，而啱啱香港行貨咧就啱啱都九月五月推出嘅，咁又就是香港行貨嚟嘅。咁大家咧就可以睇睇個包裝先啦，其實咧佢跟歐美版一模一樣嘅，都一個背囊嚟噶，但行貨咧就多咗少少嘢，咁我又睇睇啦。我講咧，分別有行貨嘅呢部貼紙啦。假如你部機啊撞壞咗、撞爛咗咧，高普咧個代理咧 MakeOver 咧會香港同你補修翻啊，有更換嘅。咁呢部機咧就第一次飛嗰時咧就故障，咁咧就撞咗機。咁啱啱咧 MakeOver 咧就換個部全新機俾我哋。咁另外咧，行貨另一樣嘢咧就係、是、多咗一張貼紙，就話送60分鐘嘅課程俾大家，教大家去飛行嘅。將呢個三軸雲台穩定器咧拆出嚟，然後咧我再裝埋呢個啦，係啦，當然呢個咩咧？呢個就係高過個航拍機二換氣啦。很多航拍機咧都係要你駁部手機落去，呢、這個就唔使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已經內置埋個 touchscreen 俾你啦。咁啊 ，touchscreen 咧除咗係睇到你個畫面飛行畫面之外咧，個好處咧係入邊內置一個飛行模式嘅。咁咧可以透過呢個虛擬模式咧，喺室內唔方便起飛嘅時間咧，可以操練啦，同埋喺你正式起飛之前咧，可以自己練下練習先嘅。咁我最中意咧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掣咧，就係、是、中間個位啦。撳住位，放 one， 好似北韓發射導彈咁啊，好正個感覺。更新咗之後咧，部機咧，佢會對金屬咧好敏感。點有咩影響咧？就係、是、令到你部機咧，每一次你起機時咧，其實要 calculate 嗰個陀螺儀噶。咁呢個太敏感嘅話咧，令到你香港絕大部分地方咧都 cal 唔到部機噶，變咗變相即係起唔到機啦。